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你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明日方舟。潜啊，这个还是潜不了。刚拍到木。想睡几招吧，状元，他能不能升呢？升一级，升一级，升一级。这两个是能升级潜能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战斗。开始啊，这就是教学过程。事后部署高防御，当然是要主动反击，正确时机使用吧。要放这里，行吧。放错位置了，这行吧，能不能重新放一下了？也能把它打掉吧，加油啊，加油，你把它断掉，有点危险啊。放错位置了，这样，这时敌人不投遗忘，又有很高的杀伤力和耐久，不投的先锋队员难以主导其进攻，这时应该部署高防御的重装队员来巩固防线。另外，这些队员的技能需要主动开启，开启技能的队员在持续时间内强度会得到大幅度提升，在关键时刻可以帮忙渡过难关。找下正确的时机使用技能吧。这样的速度，这两人打什么力啊？防御看一下，技能放一下，打掉，看掉他，挺好的，结束。好吧，下一关。开始下一个作战吧，开始。这年怎么回事？你质押切尔诺罗德知识质点的整合运动像机器一样奏响，而你领着这批个个都像神经错乱的暴徒屠杀这伙温度，只不过为了满足你自己残忍的趣味而已吧。会在这时煽动如此不堪之事的人，没准能策划出足以击溃整个城市的法案。你的指挥官大战是命令你吃了亏了，而你随着自己激烈的激情肆意妄为，使得还能在嘴里我打穿。看看明光，敌人的阻击伤很强，明光再次被击中的时候，你就会失去防御能力。明光快转后，不行，威力太大了，如果击中我方向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必须防住他的炮火，挡开了夫士德的弩炮，停路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再来把他打成碎渣。居然右侧糟了，不闪开，不要你多逞能。出击队员准备目标，来扯招牌，继续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敢？居然敢？打中了吗？没那么容易，我只能稍微压制他而已。你现在。
展示我们力量的时候到了。挺好的。我会掌握分寸。面对我。风吹向了正确的地方。热身结束了。一些外科医疗方面的辅助工作，还请您多多。耶！大获全胜！欢迎回家，博士。现在正式加入罗德岛。原来是这样，博士，谢谢您，这些指导真的很有帮助。谢谢广大讲义小逆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